雷好像有，啊，他刚刚不握着雷吗？啊！我操！ 我操，在外面，在后门，打他头了应该。我的发，我的发，左边。他在后门。他把火箭砸我身上。Nice！ 那以前有没有人打你给你颗糖吃？哎，准备操作！牛逼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宇轩！多二刀，多二刀！一进平地，把老子炸死了！操！一进平地，把老子炸死了！操！一进平地，把老子炸死了！操！ 打梦了，没事。我操！我操，谁丢的雷？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哎。那。怎么人呢？倒了一个，树后一条，一滴血。倒了，倒了，你连上一个。 我按他的时候，直接按了个Z，没按Z，我操！二了，二了！这你妈，赶不上啊！我们其实也有一个，他死了，我就从上跳下去，然后不是按Z才是他嘛，我是按Z，然后我就跟他打。嗯，哈哈哈哈哈！这给他打死了，兄弟。有十个人在看。 一般，我都不知道这个距离你们压不压得住。反正我反。该白到了，再丢一颗，有点远。你妈的，四个人，能打这么怂？<笑>